来看看那些令人震惊的麦基离谱操作，越往后越离谱。尤其是这位蛋宝妥妥的刚毅爱人。OK， 咱们先来有请第一位麦基老六小黑蛋。嗨，来了，我又来当老六。你妈！闭嘴！操！哎呦我操！你怎么现在这个？走！你出来！不行！操！我操！好一招坐山观虎斗啊，人家在下面打他，却在上面欣赏，这可是个无敌点位啊，兄弟们。不过的亏他没遇上我，要是遇上我，我分分钟被他暴打。假如给你10万块，让你跟第一个表情包在一起一年，你愿意吗？反正我是不愿意，不信你们看啊。我丢这都不愿意啊，不行我也来看一下我的啊，我也不愿意。同样是老六的还有这只熊猫蛋。好好好，都这么玩是吧？坐在这里人家还以为你掉线呢，那小熊本以为捡了个人头，没想到却被吊打，真的伤不起啊。接下来再来看看刚毅爱人的离谱操作。把我举高高又被气球炸飞，没关系，表演个后空翻，底下的弹板会接住我们，我又回来了。又被气球炸飞，没关系，前面的木板会出现，然后被撞飞，底下的弹板还是会稳稳的接住我们，这就是王毅爱人。不愧是刚毅爱人，都被打飞了多少次了，还是没有被淘汰。那问题来了，怎样才能成为刚毅爱人呢？我也要当刚毅爱人。